嗨，大家好，我是妹，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 今天呢，想要跟你们分享我最近在家里很喜欢做的居家虐团组合。那这个组合有什么厉害的呢？它是为你们进阶者所设计的，而且会结合一点上肢、燃脂以及核心的训练哦。那这整套运动呢，会需要你准备两个重量一样的哑铃，还有一条阻力带。那哑铃的重量怎么选择呢？因为这一组的动作呢，大概是抓10到12下的次数区间。所以啊，如果你拿着你的哑铃做超过15到20下还觉得太轻松的话，你可以考虑加一点重量哦。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开始今天的训练吧。忘记跟你们说一声，今天的组合不是用秒数来计算，而是用次数。那不用担心，待会在过程中我都会和你们一起数。那我们先来做一点暖身，动态的暖身。我们右脚一跨，手肘慢慢的下，右手抬，转回，重心持续的压力。好，接着换脚，手肘下，不受伤，回来，再一次。再5个，然后4个。接着我们做扫地的动作，我们的前脚是延伸出去，你的大腿后侧会感觉到伸展的感觉。我们一边再5个，然后4个。接着给我一个宽窄，你的手可以握着你的拇指头，给我一个相扑的深蹲，接着前弯吐气，膝盖尽可能的打开。重复做5个，3、2、1。接着做一点踢腿的动作，向前向后的要把你的腿用你的髋关节。好，我们直接换边。第一个动作，我们哑铃的深蹲，把我们哑铃放在我们的肩膀上面。那我们的站距呢，稍微抓与肩膀大概再宽一些，脚尖可以微微的外旋15到30度。准备好的话，吸饱气下去。我们要先做10个。起来的时候吐气，夹臀，最后4个，3、2、1，接着不休息，两个哑铃垂放，站去稍微抓宽一点点。
对的动作，还有七个。Shawty say she from the south, she from Texas. She said when you ask some time, send a message. I just wanna put some rocks on my necklace. Bitches drowning in Ciroc with their best friends. I'm just in the field grinding with my brethren. Do it big, bring that old school. 做完之后我们休息大概30秒的时间，开始觉得有点喘，正常的。喘口气之后呢，下一个组合会是分腿蹲以及单脚硬举的组合。先给我一边脚的分腿蹲，你可以右脚前或者是左脚前。站好了之后，稳定的下蹲，膝盖跟脚尖都朝前哦。那我后脚会习惯微微的碰地，当然你不碰地也可以。下蹲的时候多感觉到我们的臀肌。那我们一边要做12下，再6个，没有，5 4 3 2 1，呼，好，直接换边。下蹲的时候可以慢一点，稳定。4 5 6 7 8 9 10，再2个，11 12，呼，接着不要太多的休息，做 B stance 单脚硬举。我们重心在前脚，上身前倾，刺激到屁股，起来，吐气，一样做12个。6 7 8 9 10，来2个，11 12，呼，休息30秒到40秒的时间。I used to take myself out on dates. Open my own damn doors, pay for everything on my plate. Sometimes I'd even get the steak. Cause I got it like that, always had my own bag. Never needed no man to rely on. Got two good shoulders to cry on. I was alright on my own. Till I fell, but it wasn't fate. And I couldn't tell at the time, but I was my own soulmate. It's like I forgot I was fine. Let you treat me in a way. 往侧边一点伸，保持稳定，深蹲，起来的时候 push，
所以可以用全身的力气，慢的哑铃推到头顶上方，12个，4、5，对了，手要伸直，8、9、10、11、12。超累，休息一下，待会直接换边。一样稳定的在下，吸气下，吐气起，接着两手拿一个哑铃靠墙蹲，把哑铃往前举，12个，休息一下，待会这个循环我们还要再跑一次，中场休息2分钟或者是更长，看你们喜欢 OK。我回来了，大家有带着愉快的心情吗？第二个循环要开始了。好，拿起我们的哑铃宝宝，深蹲开始咯，10个，1、2、3、4、5、6、7、8、9、10，这个不休息，像俯深蹲，接一个肩推，2、3、4、5、6、7，好嘞，2、9、10，休息一下，太累了。深深的吐气，可以帮助你不要那么喘。如果你要中间暂停一下的话，也完全可以。好，再休息10秒钟，
待会儿会进入我们的分腿蹲。OK。两手各拿一个哑铃。调节你的呼吸，慢速的下降，四、五、六、七、八、九、十，再两个，十一、十二。没什么好怕的，直接继续。第五个，六，总共十二个，八，九，十，十一，十二，啊，休息一下。待会直接是前后脚的单脚的硬举，再休息十秒钟的时间。前后脚的站去，但我们重心在前哦。十二个，四、五、六、七、八，再低一点，九、十、十一。想尖叫，非常的想尖叫，来换脚，啊，好累，二、三、四、五、六、七、八，最后四个，九。十、十一、十二，恭喜！待会只剩两个比较累人的动作，加油加油，跟我一起坚持下去！再休息三十秒的时间，好不好？变的肩推，开始哦，十二个，没什么难的，加油，四、五、六、七、八、九、十，再两个。开始 ，Go， 推，啊，三，四，五，六，七，八，
腿在发抖，九、十、十一、十二。最后，靠墙蹲 ，ready， 十二个 front raise， 二、三、四、五、六、七、八，再四个，九。还没结束，但是这类的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休息一下。我习惯将我的手放在我侧边的臀肌上面，多感受我的臀部。好，我们再十个，十、八、七、六、最后一下，停留十秒，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很好。来，直接换边进去。一开始的五下，其实没什么感觉，但是你要用大脑不断的连接你的臀部。撑开的时候，尽可能的张到最大。回来的时候不要太快的回，慢慢的回。三个。下停留十秒，八、七、六、五、四、三、二、一。Oh my god！ 呜，好，来，不休息哦，直接一直踢腿。除了向上之外，可以往四十五度角往侧踢。我个人会觉得更有感，所以踢的同时，更多的抵抗我们的阻力带。一样的目标十五个，四、五，还有十个。最后六、五。四、三、二、一。
来换边，直接开始，一样目标15个，三，四，再上上体留一下，慢慢回，五。加油，8 9 10 11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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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伏地挺身，呼，上肢的训练。动一下，伏地挺身，来两个，也有一个，脱掉你的皮带，我们休息大概20秒时间。好，接下来的组合呢，我们三个动作就结束，好不好？主要会锻炼我们的核心还有上肢。那第一个动作，我们坐姿上身微微的前倾，旋转，肩推 push， 换边 push， 总共12个，12、11。尽可能的推高，9，往侧边扭多一点，3、7、6、5、4、3。接着直接转体30个。脚离地哦，有点不稳，再20个，再10个，9、8、7、5、4、3、2、1，还没结束，来，帮我们的哑铃放在我们头顶上方。待会呢，我们的手握着我们哑铃的底部，重一点的哑铃比较好，因为待会我们都抬腿，接着把我们的臀部离开地面，总共15个。所以当你手握一个重物的时候，你身体比较不会浮起来。好，再10个。7、6、5、4、3、2、1，好，踢腿，30秒，加油！来，小幅度一点，离地面低一点，最后20秒，呼。10秒，5、4、3、2、1，恭喜你完成今天的训练，大掌声，大掌声，再
家应该有感觉到全身的力气都被榨干了，但是臀部应该是蛮有感觉的哈。然后上肢啊以及核心，其实我们不知不觉都在蛮有效的时间内好好的操练一番了，所以给你们一个大的掌声。那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跟着我做一点伸展 ，OK？ 先给我一个勾式，接着慢慢的前弯。调节你的呼吸，深深的吐气，把你的后脚勾起，让后方的脚尽可能的离身体近一些，再三个呼吸吐气。我们换边喽，前弯，慢慢的起身，我们的后脚勾起。靠近身体多一些，最后的十秒，三、二、一，很好。接着给我一个下犬式，我们的背部延伸，屁股推高，肚子收，脚跟脚向地板，先停在这边哦，二十秒的时间，好好的放松。我们可以左右轻松的动一动，很好。接着给我一个上犬式，伸展我们的腹部，可以左右轻松的扭动一下，让你的侧腹部有伸展的感觉。来到我们的婴儿式，吐气，我们再重返两次上犬式，婴儿式，吐气，犬式，婴儿式，哦，好，慢慢的起。谢谢你跟着我参与今天的训练，如果有完成到这边的你们，真的非常的棒，为你们感到很骄傲。对，非常的谢谢你们，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